我是忘记戴手套。手套。哦，好，第一次怎么就还原来了？哦，好。从他那边看，他们在看，然后我就说去坐去坐。嗯哼，这穿衣服要穿很久，穿鞋子。真的吗？
还可以等我吗？哦。去特殊的网站吗？看不太到，手都死死的。嗯，而且我发现哪一个 ski area 或什么 grading 运行情报，看你看到的是英文。我现在在睡觉会，首页就应该看得到 rest 的附近吧。想想打字哈，拖。怎么办？他都是头吗？摸位置，讨厌。对，这里没什么。我在滑的时候，雪道上一个人都没有。靠腰，就给我来这边。嗯，好，可以的。The snow resort， 慢慢的，很慢。地场。本日营业情报吗？也可以。全部其他都是红色，只有这个有树才可以摘。他中午来 take out， 然后下午去，然后气象局查风力，就只查风力，风力要多少以下才可以。他就想要滑不一样的地方。连这里都太快了。
觉得这里也没有雪，看它直下的那种树，也被刮得差不多了，被刮得差不多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对你的期待的新雪，又风太大，难怪车子要新雪都被吹到别的地方了。难怪车子要停止。那半夜就拔下来了，那看气象预报就先拔下来，不然到时候拔不下来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他们也很忙哎，要把它拔下来。半夜就拔了。基本上，我觉得他们是看气象预报来做事。所以连那个罗曼，我这样讲的那个切尔也是不行。嗯。因为中间没有树。都是红色三角形，而且它拉的也是高的。没有，重点是在于它会被吹来歪来歪去。它光是这样挂着，然后风吹一吹会左右摇，还会共振。有看到有人别在这。往后滑。被拉走了。很危险。他还拉得起来。小孩子啊。如果是大人的话，他要怎么办？他怎么会叠在这？不要太前面，太倒下。右边啊。都可以啊。右边。左边很抓的感觉。哦，所以要左边哦。这种程度的是弯的弯的弯的。哎呦，走。
到了。你跟我讲你要放，我还在瞧椅子。我牵牵的。它撞到我的头，我的头包括有弯吗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你有调头起来一点啊？有啊，有调过了。你现在觉得呢？我现在看前面。知道。平，完全平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之前都是稍微朝下，现在干脆就调成平的。是没有危险性，但是手会冷吧？它一直叫，它一直叫，还在叫。这种冰面那么危险，我连练单脚都不行。嗯，其实就是要练习克服所有的地形啊。这种的、哦，这种的就是。你有可能说，你以后到了滑雪场、欸，你可能这样就不滑吗？可能啊。啊，一次去只滑三四天，一天你就整个不滑、哦。该怎么说呢？这种面上次教练讲的就是说，不管你钢边压得多低。这种就是压不进去，所以这种的滑法就是随便他侧滑就侧滑的。那因为这种坡度我们早习惯了，我们不会怕他侧滑。那我们就是像刚刚那样子，就是感觉声音很不好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就是有点无聊的事。不是，你看它被红线围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上面直下之后，你就永远直下，而且你看到这种很危险。有结冰吗？没有。那今天下了雪，全都被风吹走的话，明天呢？明天假设没有风，那雪会不会？我们也没有走这一条路。没有啦，听起来声音就不一样。啊、哦，好了，都可以。那你要先右转还是左转转？左转转进来。你想要左转转？那是三趟了、趟。你已经要回去了、喔。也没有啊，我只是问你要哪个先而已，我没有说要回去。哎，你看连这里都可以。松，那你要帮我录啊。哦，那我等一下来换卡，这真的没什么好录的啊。啊，你等我啦，你去看，帮忙看一下地图，我来换卡，站在地图前面。那就进我们没进去过的地方吧。他有画那种什么亲子同乐区，尾树林，有树的滑道而已。好了，把它抬起来。
想回日文的去吃啊。The Adventure Mountain。好的，是啊。哎，你在哪里等呢？小朋友。还有什么？动物的。真的捡不到吗？不要了，你不要过来了。啊，上掉了，好拍拍。我的腰后面都露出来了。上。那一二三四是怎样？你泡就是这种精灵啊。嗯。你泡汤。你泡重要的东西帮忙找找。啊，好痛。一层我很难穿，我两层，因为穿两层太厚。那我应该是正常路了吧？红色红灯闪闪，闪着。嗯嗯，好、啊。哦，刚刚一想到弯腰有点痛。你腰怎样啊？昨天起床的时候有点太用力，不是起床，昨天躺着要起来的时候就有点痛，唉。条就只是那个进去跟着滑就对了，嗯，好吧。你跟我平行是要怎样？等等，是要进下面吗？我不要，我最讨厌走森林了。我最怕走森林了。
也是哎、欸，也是呱呱啊。像哎、欸，衣服不像，而且我记得他鞋子是白色。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一直在这里滑，一定就会遇到。因为就只有这么一条路。对。那这样子对教练来讲很尴尬。能够教什么呢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初学就好教吧。对啊，问题是他们应该要中级班。这个红帽子的，就是那个 Sherry 去支援的那个队伍。对。连这个都在那边跑。他就只有一台，你要怎样？就是真的是闲到无处。带雪盆它是不会让你上去的，不然带雪盆从上面滑下来，很刺激吧？太刺激了。雪盆是靠放脚来决定转弯吗？雪盆不是，雪盆从头到尾都没有放脚。啊。那只有一条线让你拉着，让你但是脚放脚应该有刹，就是往哪边转的用。你觉得脚有刹车力吗？有啦。应该脚是让你想办法不会翻过去，但是实际上你看滑下来是不是有人就可以滑下来，然后下脚上。所以本来不想玩水的也要去玩水，所以就很大呀。好吧。横向きの姿勢での乗車などは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また万が一リフトが何らかの原因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安全な乗車をしてください。なお。好像四五点后才开始，营业啊。今天期待明天，那万一明天也这样怎么办？那没办法了。哇，今年就结束了呢。就结束了。
你的滴了几滴水之类的。雨伦说他们下细雨，那我们是下大风，我是吹大风。了解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安平。哦。因为我们冷，所以我们是下水，就是那种两度三度的就水啦。还有就是说，如果是封面的话，封面的话就上面的温度不够冷，因为封面是冷空气跟热空气交接掉，然后斜斜的会下雨。那后面压过来的是热空气还是冷空气？冷风的话是冷空气，所以那种下来的雨就不大会变成雪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到底怎样弯、啊？这样子嘛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你就抓着弯啊，所以往。来一下，来一下。然后比较回来，然后比较回来。你要伸出去，伸这样伸直看。我这样在看，我现在两只在比啊，我觉得好像有凹回来了。啊，有了有了，你这样看，然后变成横握。我拿不出来啦。这样横握，因为你平常这样，你现在变横转。有直吗？你自己眼睛看。只剩下面一点，只剩下面这一段，不用再凹了啦。微微调应该还好吧。你这样，我觉得有点像 S 型的嘞。从我这个角度看，没有吧？有一点嘞，不要再凹了，不要再凹了，真的不要再凹了。你凹，我摇得很，用得很轻。对，但是你凹的方向不对啊。哇。有吗？现在是两个凹的地方。真的假的？这里有一节，这里有一节，你刚压的地方。嗯。对啊，不用再压了。里面是谁？为什么自己要去走那边，还是要不小心压的？还是自己要吗？那我研究一下。它是向下去的吗？应该不是，但是它线，我可以看它做的那面。应该是从上面滑下来、啊。拔不出来。他在拔。我看，这个是双板，然后是就我看应该是滑不动。他一大早。啊？一大早滑不动，然后就滑下去。是雪。可是没有趴下去的痕迹，不。他是下去之后觉得很害怕，身体往后仰，然后就走起来了，然后就有两道沟。你的是那铁票走到了。对啊，因为太下面了会那个啊。他有广播有说叫大家不要滑缆车坐不下。你刚好听到。有。没有人理他，但是其实也被刮光了、啊，也是车啊这样子。对，平常的缆车下面还有雪可以玩，你现在缆车下面但也被刮得差不多，只剩右边，硬要进去，那个脚松起，松一下，然后我就会直脚倒地。所以现在滑，现在滑右边的。其实刚刚你不觉得就接回去了？嗯，我也觉得。对啊，那我不能体会刚刚那个那条路线那个。啊，这样过来，我觉得是很初学者。我说那个啊的撞过来的，啊，要往哪边？左边右边？你说右边右边。我说。
小心。小一点就可以拍了，应该风好像有变小了，碰但是他要挂那个也要花时间，与其你说要等，不如你就看气象预报，看明天方便。また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線上有一整个滑雪学校的在那里，都差着在等，然后在雪上。脚还好吗？还好、啊。站太外面吗？坐进来一点。不是，是因为地很高，所以我坐下来之后。好哟、好。所以坐下来之后，脚就只能弯着。好，脚是踩不下去。你还好吧？你还是还没下来。有，我刚以为坐上来看又觉得有风了，但是没有很大。比早上好了，比早上好了。早上是更狠的，现在已经是慢慢的了。举例来说，你看那边，你说冒烟，现在就不是冒烟。嗯，对，冒烟代表地面的会被吹起来。风力预测哦，看一下。你要查，你自己小心。我先把这个查。那这中间还有一条路线。对，我们就是从这里来。你查哪里？风力查哪里？风力我就不知道怎么查了。它又吹起来了啦，不用查。看预测啊。而且它就算挂上去好了，
那雪都被吹光啊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。哎呦，问不出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迪卡侬的这个手指已经失效了，我的食指已经失效了，对啊，我的啊，我要回去换我的雅虎手套。他那个我还洗过两次。他只有食指有用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有变色的应该都有用，我后来用拇指代替。不是，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在调那个亮度啊。哎、欸，亮度按不出来，很烦。对啊，按不出来，气死我了。还是因为温度的关系，我搞不懂。这滑不出来啊！让我看你那个很暗，很难看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绕过来，绕进来一下。这个稍微有雪的地方，按不出来，按出来了。还是去那个米珀森林。我就很怕那个假森林。我。他应该不会凹凹凸凸，凹凹凸凸是那很多人去搞他才凹凹凸凸。你看那些进去探索的人，帮我一个忙，你看拉我这个手套，拉近还拉出？拉掉，拉走，拉好、哦。你这样抓得好吗？你不如叫我抓着。没关系。然后日本气象台。等的气象台，气象厅，然后的，这会有写风力啊？好像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到了吗？我会叫你。哦、我选不到地方哎、欸，这个地名我不知道选哪里。往走北见文别都不是啊，石胜算石胜啊，算石胜啊。哎呀，选错了。哎、欸，富良野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富良野啊。我是觉得路过的时候路过石胜。风力，龙卷台风暴风，什么东西？龙卷台风暴风，这个要可以选择那个你要看的类型，不知道、啊，你那时候跟我讲你看的是哪个、啊？没有，我看的是雪场的那个，是哦，先关起来，再录，你小心你的手套。哎呦，冷死了，冷死了。带得起来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！小小小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嗯，好了，就是可以肯定的去游泳。我是说查到了之后。嗯。哎，一直跟你勾到，你可不可以转个方向啊？是存前面的。勾到就勾到，也不会。刮刮的声音，会不会？右边呢、啊？右边麻烦就是在于下面，你不能预测什么时候前面有人走。提前刹车喽，不然有点吓到我，太急了。我们两个好像爸。还是你要滑我前面？你滑我前面好了，快点！喂，快点呐、啊！叫你滑我前面，你现在也听不懂。喂，叫你先滑，你听不懂哦。
要小心呢、欸。其实有一点快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想去跟他们讲一下哎、欸。要插进来。ストップは2本まとめて、再びお越しください。
雪仗一擦就走回来了，擦在他那个。我就已经有设信息你，你还是啊？我不就跟你讲网络收不到吗？再重弄一下。我现在没办法重弄啊。啊？难道是我的手机偷偷给我那个？重开机之类的。不是重开机，偷偷给我下载更新什么鬼？你流量超过了还是什么？也不是超过，搞不好是暂时要打折，还是三月一号他给我撤退。汤咖喱这里的也不错吃，还蛮期待去札幌吃。我还是没有吃，我有四 G， 但是上面写没讯号。那我都还蛮顺的、欸。很冷哦，我也没怎么在用。你有穿中层吗？哎呦啊，雨落车有看风雪落车，稍微一下，还是觉得因为色真的蛮多，就我那件还是比较好，比较厚。哦，这是苗场。买的吗？不是啊，这是我们的那件，高峰买的。苗场买不就更惨？更惨，我那个直接不能穿了，北海道那件大概只能东京的，东京不太冷的地方去一去。闹脾气啊！不是啊，他丢出去不知道干嘛。不，在这里都算羞羞，这样算是大人。你想进小森林啊？我没有要进。你刚刚不是说你要进？我是说去滑大的。哦，我的血也太多了吧，弄掉。对啊，你刮的比我多很多。那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资料吧，很像积血。啊，是啊。表示你的刹车比你的力气都用去刮血，你的脚还是。今天没有很费力啊。今天当然没有，但是，哎，这样不错。你会刮刮？你说用圆弧？对啊，不然弄不掉。没差，你等一下滑又急吗？黏住！不是，左右。你不要刀把我板子敲掉。左右敲会掉。鞋子在我的这样，你没电了。电啊！没电，那个阿锦太冷了。对啊，不过今天也没有特别要冷。我看看正确，我看一下镜头，什么都没有，黏不住，连我们的帽子也都没有，一点血都没有。我是白色，你是看得见？当然看得见啊。不然你看我的帽子，是还好，只有脸跟面罩，脸跟面罩有接那个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呼出来的。但是还没有冻到那个时候，负二十的时候，其实都嘴巴碰到都是冰哎，快冷死了。其实你现在面罩上都是冰珠，我看，哦，粉粉的吧，都是球，是球吗？对啊，你也是，都一样啊。我们呼出来的气就是结成冰啊。快到了，我想要我的蓝色露出来嘛，推到你的去了，是没差。好，现在来找人，紫色吗？啊？我记得是白白紫紫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不知道是紫上衣还是紫裤子，
然后一边是格子的，也是格子的。一边。就是裤子啊，就是说如果是紫上衣，就是白裤子，然后条条啊；如果是白上衣，那不是白上。我觉得好像是。哎呀，说白上衣紫条条条格子的话，裤子就是紫的。反正我记得还是白紫的。而且鞋子的跟我好像有点像。而且会不会不要限定滑的方式往上抬了？哦，好。搞不好他穿着这是穿的。哦，就要换东西。所以我们就知道。但他年纪稍长，好像膝盖。我意思是说，不限定走。我真的还蛮期待冷冷的天吃微微麻油鸡耶，吃麻油鸡。但是等一下啊，要不要等一下去吃窑烤啊？你不是说要中午吃吗？往高一点，这边比较好。啊？缆车在哪个地方？回来，回来。
哦。哪里？叉叉那边啊，或者红船，很奇怪的地方，要被骂。开啦，我回去查一下风向，风力好，我走不上去啊，我好痛，我好痛苦，我讨厌走雪。你知道板板的板在哪吗？拿出来了。是板板。
斜的，你要怎么上去？用拿的啦，拿不动。你把二板好重，我拿不动，没办法，一次拿两个。车会动啊，哎呦，我踩到你的板，拍谁拍谁。
就只有一个啊。GG 也上去了。他说他去查，他去上厕所，跟去咖啡厅查封地址。所以只开这个、哦？对，全部的缆车只开这个，所以所有人都要来排啊。对啊。下的都被吹走了，你看高那么大，他都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。所以要小心。
紧张哦。你的脚都已经高成这样了，会紧张。如果就还是这样滑一滑，只滑这个就休息了，就去玩水吧。这一次哦，这一次没有，说看你们，我陪你们滑两次，我就要休息了。那我也要滑两次。你再滑，你可以再滑，因为你应该要习惯一下这种冰冰的面。不然很浪费啊，就已经大家等那么久了。你妈妈在好后面哦，你妈妈在好后面，才五分钟哟，才六十分钟，还要做还要做。また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に不安な方は減速できますので、係員にお気軽に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。乗車中地図を開いたり、そして雪里面滑雪，你之前去苗场都很天气很好，没有大雪啦，也还是有。哦，在滑雪场也都安全，滑四号也不会。脚好重。反之哦，你的算轻的，我的才重，你看我比你长那么多。爸爸的更，你爸爸更重，爸爸拿超重的，手都抬不起来，只能拖着走，太重了。那我这个板子，我买的是什么 lightweight 的，就比较近，比较轻，所以不想要用太重。因为你们会长大，你们长高长高，你们板子就要一直换一直换。
还有鞋子也是，你鞋子也一直都在买球鞋，不是吗？你的脚还在长大，我们大人脚已经不会长大了，所以买了的话就可以一直都穿这一双。妈妈买。看妈妈，你不要戳我到我本家去。所以你们小朋友才不能买啊！买了的话，一直换一直换，浪费钱，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。但大人就有兴趣的话，爸爸要买。不知道啊，看他们还想要滑多久啊？像我们这样每年都会出来滑个一两次，那绝对是买比较划算。只是买比较累，就是你看我那时候在机场要背那么大包，很重哎、欸，背这些东西背在身上很重。还要拎鞋子，然后还有板子。啊？我想去打火。干嘛？要去打火干嘛？你要买东西啊？都没有买到东西。你不要在这里浪费钱呐、啊！札幌很多东西可以买。你有看到那些鸟窝有鸟吗？应该是没有。我还有1840块。省着啊！你在札幌，不要到时候你有真的想买的东西，你就不够钱了。不可能有东西的。当然，随便什么东西，日本东西好，但是就贵啊。你那时候买金品糖要几块？哦，金品糖哦，那一大盒不是有10个吗？5000多块。哇，很贵，那个金品糖那一小包好像就550，还要加税，很贵吧？那金品糖很贵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嗯，有比别的糖果好吃吗？好吃。刺刺的，吃一次不是会刺刺的吗？不会刺。一次可以坐4个人。对啊，但是它车厢还有盖子，它那个风吹就摇得很厉害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滑。真的、哦，风吹、嗯。就是因为风吹，所以有超时的。那个快。我、哦、你不知道拿起来啊？这个快到了。走这边好了，因为这都是那种小路，你们比较危险。好、哦，你们要，哎呦，你们要先适应一下，今天都是雪，比较硬。比较软吗？硬。你自己到滑滑看就知道，它就唰唰唰。好、哦，妈妈你跟着。舅舅先，舅舅先，然后本本再。你要压后。好慢哦！
要先哦。好，你要走那个路哦，先走这个练习一下。我想走那边，我没走过。好吧。但今天雪比较硬，你们要刹车哦。停住吗？爸爸，你要干嘛？他头很痒。
看到。爸爸应该有看到，因为我跟爸爸在后面，然后就大叫。啊，你刚刚就想要抓痒，你要怎么样嘛？那你刚刚不要抓啊。东西，小精灵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日本是你碰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、ストックで支柱に触れたり、横向きの姿勢での乗車などは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また、万が一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停止した場合は、去上网，日记手机问上网，叫他去查一下风啊，风如果变小了，那个缆车才会开。下雪是没有关系，但是风太大就不一样。有啊，现在就是有风的。我就是不知道风力多少，他们会决定开或不开啊。哦，好冷哦，我脚。我脚很热。我脚趾都冻僵了。哪个地方都没有的，就只有这边的。脸吗？我跟你说，一定要这样照啊，因为太冷。原本不是从这边来，看这样，这样接好会可以接到多少？不知道到的时候可以接到多少。接不到多少，那我会停掉。是飞走的，接了也飞走，我也见得啊。风向变了。好多，我想吃掉。吃冷风，打开，还把面罩打开就可以伸出这把吃。但是很冷啦，嗯，很冷吧？小心。拿好，自己的杖拿好，手套戴好。哦，好，你先把脸弄好。好的。好，拿好。拿不到你的，照你的头后面还是不够，我看一下，不够力气，你应该再高一点，可以这么不冷一点。为什么爸爸还在呼天抢地啊？因为他头很痒。头很痒。不痒的话就会冷，现在就很痒。对呀，是被刺的嘛，头发自己刺自己的。才六而已耶。嗯。很慢。椅子上就一堆血了，你看你脚脚中间身上一堆，哦，坐上来吸的，来继续。看身上就知道他积多少了，你看呢，脚踢拍干净，然后。哎，你就看，然后它就有一个，脚比较容易积血。
怎么一直变？对啊，一下这边，一下那边，一下中间。对啊。哇，你看那个雪的意思下。对啊，所以他到了才帮我们扫一扫。他不知道我扫一扫，再给你做。没扫的话，我屁屁就是。跟着也还好，反正就。啊，你扫到我这边了。好。待会可以等等妈妈啊。如果他，我帮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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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太好了，磨平了。可以拿了吧？哦，拿掉，好。有人。这里应该不能滑吧？就要自己负责啊！你要滑这边就比较危险啊，就要自己小心。好。好。你要往左边还是右边？这是有一个大转弯，要比较小心，会很快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转弯往下转，要走这边吗？你先。会有一个大转弯，会有一个大转弯，要小心哦。我要跟在前面。小心啊！慢慢 S， 慢慢 S， S 对。到不了，到不了，因为应该要冲过来的，才不会滑不过来。
等一下你妈妈，你们要等一下妈妈，等一下妈妈啦。她在哪？不知道啊，就等一下她。很冷啊，你这样脸会冷死哎、欸。我要重戴你，帮你重戴帽子。还有我的眼镜，我的眼镜，我的眼镜。眼镜怎样？山林小径，稍微有回转的，有那个的。很恐怖。恐怖呀！那个回转的太快。昨天那个，还会觉得恐怖吗？等一下。现在没有刚才的人那么多了，大家都放弃了。那自己是回房间了、哦？没有，他说要去咖啡厅，他去看一下风速。我要帮你把它套在哦。好，轻轻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小心点。安静。好了，好。好，闭眼睛，我要把它塞进去，你才有办法。怎么可能？好了，闭眼睛，我才能把它塞进去。什么？我不乐意。啊，这个都已经。什么？闭眼睛啊。什么的？等会，我这个帮你转方向好了，因为它那个已经结冰了。什么？快点。好了。快点。有人变滑雪冰刷吧。先带起来。哎呦喂呀！啊！你的脸，我的脸！你的脸怎样了？我的脸！你这样就是挨，只会更痛。舅舅赶快帮你弄。我的脸！哎，你不要推了，我要把你带起来了。好了。舅舅，你还要滑吗？就到你们家滑，我要去休息了。我想用一下什么？你不想滑了？太冷了，是不是？我帮你带好，你再……我带反了，白痴！对不起。好了，闭起来了。好了，你先闭起来。你这样头发，我帮你头发弄顺，有没有比较不痒？下好大，下有够大的。你们滑几趟啊？两趟。我的脸是太干了。好了，爸爸，那我们跟舅舅去休息，好了，好吧。那就我们两个溜吧。等一下啦，他快好了。等一下啦。我帮他把他换到他那边已经结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边啊，刹车啊！什么？我要干。没有，爸爸往后溜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！好，很痛，是不是？又来了。好了。快点！这里拍都拍一张。大风雪，三二，哎，姿势漂亮一点。好了。好了，我看看。好了啊，已经好，穿好了，这样你脸都遮住了，不会吹风了。人都保护了。好。他的左眼又要盖住了，他刚才就是整个盖住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人比较少。无天抢地。我都在等缆车。一直就在我边。我现在有办法帮你把安全帽。不能这样生气啊！你这样生气，我们就去休息啊。我不。
怎样？你要溜，舅舅帮你弄。这样子你就不会冷啦，都罩住了，而且帮你换了不湿的面。哦，你没有谢谢，然后还在那边生气。转弯就要小心。我想滑这个。好、啊。这个大 S 慢慢下来。对啊。想练肌。可以吗？啊。所以你要去休息了。你想要干嘛？好，就干嘛滑。左边我要看到那个快速。那走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溜右边。右边那个很像。那你带路啊。好，那走啊。好，快点滑啊。去咖啡厅啊。来啊。刚那个大转弯也很可怕吗？很快，对不对？那个大转弯是这里唯一会加速的地方了。下车以后右边，然后走走走走走，突然会有个很大的转弯。哦，就往深那个两栋高级。对对对对对，那里是唯一会加速的。大转弯哦。好，去吧，我再帮你拉一下，这边高一点。拉不上去，等我一下，手套。我帮你弄，我手也很冷，好不好？啊、我也不想帮你弄，塞一下。谢谢猪猪。不会。啊，不要再挨了，好可怜。是怎样？你头到一种。头套在拉高。我能倒。头到一直抱怨。我的头扁。我刚好帮你把头发弄顺，应该还好。待会再抓，忍一下，待会再抓。好，赶快去吧，快点快点，上车了上车了，会有很多人。好，那我去找小弟看一下那个，再传讯息给你。小弟就一直说，哦，今天就这个喽，可以去玩微笑海滩了。
什么客服？你电话，你网络卡的客服啊？真的有问题啊？哦，就不通呗。啊，这里不是有网络？那就收对了。那我刚打电话，为什么你不接？没有收到。给我打呢。完全没收到。你不是你自己手机的问题吧？哦，有。你重开机试过了吗？好吧，试试看吧。这不是大绝招一定要做的吗？你之前有碰到这种地步、啊？没有，我是说手机有问题。我坐下来什么都还没喝，然后现在又想尿尿，我刚刚已经尿过一次。我也，我一直掉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要掉要掉。我去。吸这个的水，看看，所以它可以关了吗？这个怎么关？而且你这个坏了哎、欸，里面有水、欸。不管它，不管它。按上面。